山庄也有圣堂。哦，你看左前方那小木屋那，还有那二楼的房子，左边那个有小木屋。民国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初期，办活动了，夏令营、冬令营、大专营、高专营。哦，人员在那边，在那边过夜。在中华民国九十年代九十一年落成的远方的弥勒园，爱心慈心亭弥勒园，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。正前那棵树是那个什么茄通树呢，大当树。